Participle phrases 分词片语。现在分词表达的是主动和进行。例一，A frightening experience 等同于 an experience that frightens people。子句里面 frightens 是主动，所以使用现在分词。例二，A sleeping child 等同于 a child who is sleeping。子句里面是进行式，所以对应使用现在分词。过去分词表达的是被动和完成。例一，A made-up story，意思是 a story that is made up。子句里面是被动的 is made up，所以选用过去分词。例二，A developed country，已开发国家，意思是 a country that has been developed。子句里面使用了完成式，表达完成的概念，则使用过去分词。接下来看的是由分词所建构而成的复合形容词，分词都会摆在复合形容词的后半部，常见的有五大类别。第一类，形容词搭配现在分词使用，例子是 words that sound similar，听起来类似的字。子句里面有两个实词 sound 跟 similar，sound 是主动，变成 sounding，摆在复合形容词的后半部。最后的答案是 similar sounding words。第二个类别是副词搭配现在分词使用。认真工作的学生，a student that works hard，形容词子句里面有两个实词，主动语态的动词变成现在分词，摆在复合形容词的后半部，最后得到 a hardworking student。第三类，名词搭配现在分词使用，例子是 a task that consumes time，很花时间的工作。子句里面 consume 是主动用法，变成现在分词，摆在复合形容词的后半部，最后会得到 a time-consuming task。第四个类别是副词搭配过去分词使用，广泛被接受的理论 a theory that is accepted widely。子句里面是被动，所以用过去分词表达，得到 a widely accepted theory。第五个类别是名词搭配过去分词一起使用，人造的卫星 a satellite that is made by man。形容词子句 that is made by man 里面有两个主要的实词，made 是被动，我们用过去分词表达被动。特别注意的是，形容词子句里面 man 是复数形，然而复合形容词里面所需要的是单数形，所以要把它改成 man 而得到 man-made satellite。